本月主打星蔡昌宪再次突破，挑战歌舞剧。咱红人榜出名的就是用一挂新的物件来看，这绝对是大家没看过的这样的形式的舞，还有这样形式的歌唱。人迄落好莱坞拍电影的迄种歌曲来用，谁有这样子的突破？目前电视还没看过。也不过代志不是这么简单。又要把这样难唱的歌再搭配音乐剧式的一些舞蹈风格，你身体要有那样的东西，嘿，你几刚能刚那样？你看哦，今天练唱，然后练舞，后天马上要录，明天就彩排。我是真的真心觉得看要不要演戏。好，就是你，你还没滚呢，你还有困三顶哦。四大娱乐家那个格局做得太大，我选错歌。主打新人逼人了嘛，太逼人了嘛！蔡昌宪最后能顺利挑战成功吗？唱些你知道的，我今仔表演绝对精彩，绝对袂乎你失望。用几分钟，我要来讲讲我的故事，我的未来。我住伫空啊，了海边的鱼人隔壁。我细汉爱演讲，爱表演，我上爱唱歌。超级偶像，阮阿姊帮我偷偷报名。伊讲我爱唱歌，就爱去唱给别人来听。一般不是先出手比我演电影放假。我真感谢我都会当伫遮，我继续主持，继续演戏，继续唱我的歌，用我唱谣，继续来哭你快乐。你要快乐，你就跟我来，一个所在随时欢迎你来。要唱歌，要跳舞，要快乐拢总有。快乐无啥物唔对，快乐乎你嘛乎别人，咱的爱充满你每一天，啥物拢莫想，亲像伊也甲做。
一天，我每一天。